Hello， 我是小虾。今天呢，咱们玩下樱花校园模拟器。嘿嘿，下课啦。于是呢，小西就跟同学来到了图书馆，准备看书。哇哦，这图书馆好多书呀！你不读书吗？跟我一起读书呀。他为什么不坐下来读书呢？他怎么回事啊？状态是熟人呀，给他束鲜花。来，坐下来吧，一起看书好吗？可是他说他想回家。不，你不想回家。可是呢，小西在认真的看书，没想到坐我隔壁的他竟然在吃鸡腿，我的天哪！要不要这样子对我？说好一起来看书，去来图书馆他看书的，结果呢，小西在认真的看书，而他呢，坐在我旁边吃鸡腿，也不分给我吃一下，太可恶了！怎么这样的人呐？不理他了，走走走，生气！我们去上个洗手间吧。他怎么跟过来了？他说不太好意思，他因为太饿了，所以想吃鸡腿。但是也没必要我在上厕所的时候跟我说这些事情吧。诶，他跑了，果然说两句就跑了，一点诚意都没有，道歉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呢就玩到这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